关系再好，尽量不帮忙，帮了反而得罪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来，咱找那个大娘来聊一下吧。谈帽子的，谈帽子的。哦，就是他是穷帽了。啊，农帽。农帽了。那个大娘，你老人家多大年纪了？63。63。哎，看着你身体不好呗。他在干农活儿不？哦，干农活儿。咱这都是种的地喽，咱这是不？大娘，咱这几个孩子？1个。1个，1个儿子。1个男孩。1个男孩。大娘，你说咱家农村的，就是亲戚关系再好了，干嘛的？那每当的都帮忙的嘛，农会的都亲。现在农忙，你哪有家的哪有点都年龄大的？哦。年轻的都虚干。年轻都虚干。你那时候那个年代，反正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呢。对，都互相帮忙。都互相帮忙。就是亲戚啊，就是邻居邻居啊，都帮忙。现在也可以，你到底在忙的时候，家里在家里没在一块儿互相帮忙。哦，都互相帮忙。哦，老人没事的是吧？都互相帮忙。跟以前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怎么还有说就是给咱们亲戚朋友帮忙，尽量很少帮，怕得罪人。哪有的？你知道就是帮哪三样就是不能帮了？什么事？哪三样事？就是帮的什么事儿，那就怕得罪人。你帮了那个事儿，什么事儿让你知道？现在哪有做嘛的事儿？除了要是有遇到那样的人很紧急情况，你要帮着嘛，对吧？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你说的是紧急情况，什么紧急情况呢？要路上要碰到人了，什么的，是吧？哦，是是。啊，这就还能说吗？现在什么忙的啊？是咱干的。现在农村一般还不会像那市的，那不用往市里边的那。也有，是不很少很少。就是说，尽量是避免，是不？咱怕咱自己再给俺自己增加点什么。你要他赖着你了，你说是吧？想让的有当的没？现在不是很多，又遇到什么事打110的，你对吧？哦，打110的也对，来给解决。还有什么事儿干呀？就是想到帮人啦、亲戚啦、朋友啦一样的，都帮人都那个邻居啦。现在有哪有什么事儿？除了经济上，没打交道。什么事哎，借钱了嘛？那个啥的事儿都不帮。哦，借钱啥的事儿。不能担保，你担保了到时候。哦，对，不能担保是吧？姐姐，你不能当担保人。咱的事儿，你让到时候弄的都不嫌好，是吧？还有什么事儿？这没什么事儿，现在农村都很和谐的，农村两个现在条件那么好。像邻居那闹的，有的那的孩子闹的，有的脾气不好啦，有的像我们还教育孩子啦，就是咱现在不像以前，现在都很文明，都很文明。现在都哪有那么大的事儿？跟着你那时候就是有那孩子，你那出了那门啦，出什么的，哎，咱就不能干嘛呗？现在咱说的孩子们，你看都对人嘛。咱今年的风气很好，你看农村的哪有这人啊？这都是有上班的年纪。你看头上俺这60多的，60的还得。哦。你大娘，你说的就是这几种事儿，就是一个就是，那个什么来说的？紧急情况，啊，就是遇到会碰到事了，是吧？你不能提前告诉。哎，第二个就是说做担保，是吧？不能做担保。你少说话，现在。大娘，你说第三个是什么？大娘。第三个就是少说话。哦，少说话。哦，这样就是少管闲事。少管闲事，这样就不得罪人，是吧？刚才通过和大娘了解呢，大娘说出的这三样，才不能得罪人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教育孩子啊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都得注意这三样，就是不能触碰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